息嘛。啊，于是那些学生们说：“哎，老师你在哪里？”说：“哦，我在房间里休息。”这样子你们随意啊，随意做。冰箱里有食物，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煮。新的意向，主啊，你要给黄牧师、黄师母新的意向、新的方向，主啊，在这个地方，主啊，复兴你的工作，主啊，彰显你的作为，主啊，我欢迎你，圣灵啊，我欢迎你，充满恩膏在这里，主啊，让这个教会，哦，主啊，从现在开始不太一样，哦，主啊，要，哦，主啊，充满你的爱，主啊，要救满得救的灵魂，主啊，这个教会要成为社区的祝福，主啊，我们，哦，主啊，这个是奉主的名祝福祷告，祝你的功，哦，主啊，大大的兴旺，主啊，在这个教会，主啊，在黄牧师师母的身上，在众同工弟兄姊妹们的身上，主啊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荣耀归给主，谢谢主，主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会在你的面前敬拜你，因为你是行新事的上帝。主啊，你说，若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主啊，我们为黄牧师在这个地方就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为新美堂喜德良牧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要为黄牧师师母来祝福祷告，你的圣灵天天的充满恩膏他们，主让他们从你得力量，在这个地方牧养，在这个地方传福音。哦，主啊，为你来得人。主啊，我们为新美堂来祝福。主啊，你厚厚的圣灵充满恩膏在这个教会，每一个同工，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你兴起新美堂，在这个地方成为社区的祝福，成为左邻右舍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的名居首位，掌王权在这个地方。主啊，主啊，你亲自做工在这个地方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因着黄牧师师母还有众同工弟兄姊妹们的服事，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。主啊，主啊，人要看见你的作为而欢喜高兴，说耶和华果然行了新事，行了大事，在这个教会当中。主啊，荣耀归给你，荣耀归给你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一束花是我们新美堂弟兄姐妹献给我们牧师师母的。恩善哉。姐妹、家庭、事业和教会，从现在到永永远远。